第五题，已知某化学反应是 3A 加 2B 产生 3C， 经由 S 功课 A 与 Y 功课 B 恰完全反应，且可生成 Z 功课 C， 则下列关系是何者正确？题目的已知条件已经给了功课，给了质量，所以我们的化学式中的 3,2,3 这叫均衡系数，代表摩尔数是不用用到的，那我们就直接利用我们的质量守恒，反应前的总质量等于反应后的总质量，反应前有 S 功课 A Y 功课 B， 所以反应前总质量是 X 加 Y， 反应后的产生的 C 质量是 Z， 所以它就会 X 加 Y 会等于 Z， 所以第五题我们说则下列关系是何者正确，我们答案选的是 A X 加 Y 等于 Z。